好，我是千鸟。接续上一场比赛时间 ，Rocky 已经花了五分钟追上阿凯。刚好在直线区一下就过去了，我怎么早超？阿凯可能会吸尾流，果然反超。刚两台车是不是亲了一下？感情真好，直线亲一下，到直线尾，阿凯再次回到前面。S1 Rocky 企图从外侧进攻，但还是被挡得死死的，没有机会过。我稍微踩了一下，踩多了点油门，滑了一下。我没有失控。哦，怎么回事？为什么在这边 Rocky 会自己吃草撞墙？刚刚没有照到，看一下车后镜头。哦哦哦，被阿凯挤出去了！哎呀呀呀！Rocky 被挡在这边越久，跟前面竞争的机会就越渺茫。阿凯守住他，不要让他威胁前面的人。再一次冲出去，再一次是自己冲出去了。到45公里了，到5公里了。是无法超车成功。不断探索机会的 Rocky， 来一个内线。成功在这个反夹弯超车，很快的距离就拉开，但是离前面还有好长一段。中天集团还算大家都跑在一起，从第四到第七。我都还没有离多远，稍微前面一段而已。是准备追上我的 J 吗？哦 ，J 在这边自己失控，沿着墙擦出许多火花，开回赛道又滑了一下，必须慢下来，都没有旋转。这已经把损失尽可能的减小，但还是被翔哥超车。这也是我们年轻的车手，应该是最年轻的吧。开车的特色就是非常的晃。大家可以注意，很晃很快，
它是不是跟车子也有关系？总之，满满的暴走感。不会也是常常因为这样子嘛，所以很容易碰到人家。本季的罚单王算蛮可惜的，赚了不少分，但是也扣了不少分。就交换个位置，还是三台保持差不多的速度。这三个大概就是失误就会掉名次，比失误的对决，牛鬼是很容易失误的。起码对我来说是如此。有啊，有啊。难道这是有 GTR 的屁股吸引后面车的战术吗？然后让后面车跑更快，我要靠近 GTR 的屁股。还没有胡扯，这里想控越来越近喽。然后起飞弯。飞得不高，之前看到影片，真的 GTR 好像在这边飞出去了吧？而且还把观众砸到，忘记有没有死人了。哦，翔哥稍微失误，撞出去，再开回来，落到最后面。你们俩可以斗一下嘛？这才刚操作成功，马上换他失误，滑来滑去撞墙，又落回第五。GTS 的赛车不会掉宝，撞到东西不会喷，缠斗比撞还要好看。前个轮胎发出尖锐的声音，场了，所以大家都没有 BOP， 就是车手平衡，积分高的要再中，这场全部都归零了。
好像又失误了，刚看到后面燃出一阵烟，加速来到了剩1小时3分的时候。这是前没多久最失误的地点吗？翔哥，这个失误最又来了，真的是比失误的。好了，你们两个终于黏在一起了，可以开始决斗一下了吗？在这圈快结束的地方。感觉牛北好像很难斗两圈，到最后的直线可能就会分出胜负。哦，两台车一起摆尾，摆尾。然后最后直线，谁快呢？西大伟留了 J， 应该是能够超车，闪到右边来，超过 J， 上升到第四，想要马上吸回去，能不能在最后？最后一个弯，拼刹车，翔哥进到内线，两台车都小小的时候，翔哥拉回来的时候，又滑了一下，碰到墙壁。第四名的位置还是 J 占据。根据多个视角的影片，刚刚他们两个真的没有撞在一起，而是头部刹车太慢，推头了。前两圈的成绩7分03，这么多失误还能跑出一样7分03，我强的哦。来加速一下，比赛时间剩下55分 ，J 领先的 J 又失误了。翔哥再次拿回第四名，这跑稳一点就好了。再过6分钟，换翔哥一个失误。你们是讲好的吗？就是要轮流，一人失误一次就对了。好，我们这集就到这里。如果喜欢的话，别忘了帮忙按个喜欢，分享出去，订阅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新的影片跟直播哦。那我们这期就这样，下一期再见，拜拜。